固执。蒋毅，是你吗？好久不见啊，王云子。好久不见。再次见到蒋毅的一瞬间，记忆的大门突然打开，过去的那些时光就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出。你怎么才来啊？离开场还早，不急，莫慌。他们几个呢？他们几个想看这个西装魔鬼，西装魔鬼，西装你个大的头鬼啊！西装魔鬼，想都不要想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来听我们家燕姿唱主题曲的，我就要看这个。那你可得想想办法喽。他们想了一个招，你赢了他们，你才能看这个呢。什么招？他们三个，让你猜他们分别是谁，猜对了咱们才能看那个呢。真狡诈呀，道具都用上了。猜对几个算赢啊？猜对两个算你赢。蒋毅，别以为你挠个头就能赚光钞啊。庄远，观钞。猜错了，猜错了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就把我猜着，他们俩你就一个一个猜呗。这个不是庄园，那个就是庄园呗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也没早问我呀。不，哎，你怎么就能一眼猜出他是蒋毅？他脖子长得跟长颈鹿似的，谁看不出来？所以到底看什么呀？就西装魔鬼吧。走，对，买票去。哎呀，求求了，别买。求什么求啊？你要自己向右，你向右去吧。不是，向左走，向右走。叫声比较恐怖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过去了。肯定还有呢。你不吃这爆米花，我一会儿都吃完了。那不行。吓人吗？完了！感觉这个片子也不是很吓人嘛。什么？浪费了一桶爆米花。我最讨厌字幕还没有结束就走的人。大哥，你刚才都被吓成那样了，你还看字幕呢？这是一种尊重。行，那你看吧。没素质，咱们也走吧。不行，我一会儿得去找宝叔一趟，跟他说过无数次了，字幕没放完不要亮灯，
每次都不听。那我也先走了啊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来了来喽！哎，黄云子呢？哦，他去跟对面的宝叔上课去了。一会儿能过来吗？和宝叔交流一个小时打底。这孩子，哎，来，到我们刚看的恐怖片，我怕他一个人回家害怕。你给他打个电话。快打电话！看电影的时候他手机都没电了，那怎么办？哎呦，放心吧，航天城那么多大呀，他不会走丢的。放心吧。好吧，啊，就不好意思啊，吓着你了。我才没吓着我呢。那你干嘛非得坐小屋？这多危险啊！我故意选的，不行吗？爆胎了？我故意爆的，不行吗？合着你什么都是故意的呗？你怎么没跟他们去吃馄饨呀？不饿。你不是因为担心我？所以特意来找我的吧？你这没心没肺的家伙，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了？行，那我走了。蒋毅，哎，姐姐，你等等我啊，蒋毅，你等一下我嘛，你一起走，别急，别急。他们回来了吗？我打死你！知道这谁的歌吗？这可是我们家燕姿的歌。燕姿是谁啊？什么？孙燕姿你不知道？车都没在，应该没回来。我上去看看，走。嗯，等你吧。慢点，一菲。哎，我给你推荐电影的小说，你看了吗？看了五页，睡着了。哎，真是不学无术。你好意思说？那我给你推荐的游戏，你也从来没通过第一关。嗯，你给我推荐的俄罗斯方块，我都玩到第十关了。俄罗斯方块也叫游戏？俄罗斯方块不是游戏，你敢当着全航天城人的面前说俄罗斯方块不是游戏吗？这只能说咱俩的智商不同，注定就别来了。等等我，快点！看见没有？我黄英子在航天城遍地都是朋友，不缺你一个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我也有朋友。哟。
我妈今天炖的排骨。嗯，土豆炖排骨闻出来了。酥油烧饼，刚出炉。谢。我妈来不及做，给你带着吃。哎，也行吧。嗯。哎，没有吃的勿进。中级油烫鸭排了半个小时的。请进。一个都不给我留的。啊，没事，我这儿有块皮，要不你就咱们门儿吧。谢谢你，一仔，那你也咱们味儿吧。你诚心的？臭屁！哎，蒋爷，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吃番茄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吃番茄？他为什么不吃番茄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嗯。不是吧？就这么点事儿，这桌子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啊。嗯，你说。蒋爷，能说吗？您说吧，没事。在蒋毅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爸妈出差，把他留给了他舅舅照顾。但是他舅舅忙着谈恋爱，照顾不上他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，就剩下两箱番茄。后来呢，我就把这两箱番茄都吃完了，吃到吐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吃番茄了。这叫 PTSD， 创伤后应激障碍。什么 P 什么 T 什么 PPT 的，说白了不就是吃伤了吗？蒋毅啊，要说你这孩子啊，就是太倔。你想吃什么，下楼敲门啊，阿姨给你做呀，是不是？就是。阿姨那时候来不了，跟他吵架了。怎么又跟我有关啊？我们为什么吵架？因为你在他人生第一双篮球鞋上画了一只鲸鱼。这你都记得？我记得。哦，我觉得鲸鱼挺好看的。一点都不好看。我觉得很好看。两个六，跟一个六。我也跟一个六。一个六，我不要。四个六，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你呀、啊。走，我走。哎，完了，英子，你要输了。那么多疤呀！这么多人，你干嘛就光盯着我一个人看啊？我看见的就是你。你的脸上贴不着了，全满了。要不然你给我们表演个节目，唱个歌，唱个歌怎么样？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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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。
敲门。胖哥。哎呦，老黄，老蒋，你们回来了？回来了啊！我就猜蒋毅在你们家吃饭呢。蒋毅，走，咱们回家。他们几个同学都在，再玩一会儿我就让他回去。蒋毅，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，要不咱们上去拿下来给大家分呀？就是啊，先上去嘛。啊，蒋毅，你爸妈回来一趟不容易，你去多陪陪他们啊。快，蒋毅，难道还要我们喊你第三遍吗？算了，先去吧，回头我们再找。回忆里，我总能看见蒋毅的背影，快乐的，失落的，苦苦的，恋恋不舍的，而此刻却是陌生的。但我知道，他身上肯定藏着秘密。我们多久没见了？12年吧。12年，说的好像12天似的。你不是一直在英国的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多久啊？蒋毅，好久没你的消息，在英国还好吗？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，你不用特意回来参加婚礼啊。太远了。我呀，只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。照顾好自己，保重，关城。先生你好，这是您要的啤酒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先生，您这房间还不需要打扫吗？不需要啊，您有需要随时。蒋毅，关超婚礼你会来吗？给你发 QQ 跟邮箱。你怎么一直都不理我？出了国以后，那些软件都用不了了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编瞎话都不会编。消失那么久。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。这些年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挺好的，我也挺好的。见你太激动了。关超婚礼你收到邀请了吗？嗯。那你这次回来会去参加的吧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的正是时候。我带你去见个人吧。去哪儿啊？
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林雨，我来了。来了，随便坐，马上就能开饭了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你喜欢吃几分熟来着？啊，五成熟。那今天可能有点老了。不错，挺好吃的。谁啊？不知道。明月。嘘。这电话怎么一直没人接呀？你确定是谁地址吗？我也不太确定。庄远给我的地址说他前几年住这儿，不知道现在还住没住着。不管了，继续打电话吧，总能打通的。圆圆，你在家啊？我在给你打电话呢。认识啊？你有朋友在？他们是我发小。很久没见了，我要不下次再来找你吧，你们先聚。这样吧，既然很久没见了，那你们就好好叙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抱歉啊。没事。老总啊。不好意思。没事。进来吧。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你说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明宇，我怕你太忙，所以不好意思去你公司打扰你。来都来了，解释那么多干嘛呀？坐吧。哎呀，坐吧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要换鞋呀？不用。哦。你俩不是从小就这样吗？不是你俩小时候吵也不是这么吵吧？我都再跟你解释。蒋毅，七喜，我家没有被冰养，没事儿，白水就挺好，挺好的。你们俩怎么一起来了？我刚回来，偶遇了。啊，在航天城从小到大没偶遇过，在江州这么大的地方，偶遇了。蒋毅，你当年一声招呼不打就走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还以为你真的人间蒸发了呢。是啊，这么多年去哪儿了？你不打算跟我们说说吗？我的事儿你们不都知道吗？就高中毕了业去了英国，读了游戏设计，在英国找了一家游戏公司实习。他要问的，应该不是你的个人简历吧？啊，我……算了，反正他的人设就是这样，没心没肺，别问他了。把手机拿出来，扫个微信。哦，你扫我吧。希望这回不会在人间蒸发了。好了，我们六个人终于又聚在一起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好久没回航天城了？我爸那天还跟我唠叨呢，说问你们什么时候回去，他想做饭给你们吃，还有外婆的馄饨，好久没吃到了吧？那蒋毅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要不咱们哪天回去聚聚？再叫上庄远。
要不然就下个星期。下周你们有时间吗？要不然下周。你铺垫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说服我回航天城参加关超的婚礼吧？如果要是为了这个，我先说声抱歉。我回不去。我知道你工作忙，不过关超的婚礼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，他肯定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去嘛。啊，蒋毅，蒋毅从英国回来就是为了参加关超的婚礼。你说两句。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，我也去不了。啊？对，就是我周末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安排，还没想好怎么跟你开口，你就上车了。哦，那工作重要，工作重要。喂，妈。哎，儿子，开题结束了。刚结束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妈，这个周末我要回来一趟，看看您，顺便参加关超的婚礼。那个关超结婚，你没必要特意回来。那赶上过节的时候，都在航天城，你再聚呗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什么都替我做决定啊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你好好写论文，别分心。我会替你给关超包个大红包的，啊！行了，去图书馆吧，挂了。接下来这三个月试用期中，公司将根据大家的工作能力和行为表现进行严格的观察和打分，所以对你们来说，入职并不是胜利，试用期才是真正的考验。我看公司有一条规定，员工内部禁止谈恋爱。这条管得严吗？当然，这跟公司的运营机制有关。那如果违反规定呢？那你就只能在事业和爱情之间做一个选择了。Anyway, of course, I will try my best, and I will find the most suitable lawyer, and I will keep you updated. Thank you. 蒋毅来江州了，今晚在我家给他接风。请大家都来。好的。哎，好孩子来喽！真香。哟，慢点慢点，热热呀，好吃。怎么了，外婆？我其实特别想让他们都回来，可能他们在外面有新的朋友了。我从小到大吧，朋友就只有那么几个。我呀，可不想让我们学校教铅球的给我当班了。嗯，咱俩打个赌。什么赌？有黄银子在，你们都还能聚到一块儿，他们都会回来的。等一下。庄园，嗯，来帮忙。好，这是你的，多放虾皮。明宇的，不吃香菜。
你的。不吃葱花。怎么样？我没记错吧？快尝尝，看看跟外婆做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。怎么样？还行吗？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蒋毅一直在国外，肯定没有机会再吃过吧？但这味道一直没忘。如今回国了，以后想吃，就能常常吃到了。我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外婆在我们这么一群人当中，只教了你一个人啊？我怎么了？小时候的你可是连青菜跟大白菜都分不清的人，还非得要下厨，当时还差点把厨房给炸了。你是不是一点我的好你都没有记住啊？黑历史这种事儿，我记忆力可是很强。你的记忆力还强？你可是失过忆的人。是啊，那次我差点真的都醒了。哟，郭姐呀，你可真是好运气啊！你女儿这么孝顺，每次都陪着你一块来菜市场。我们家每天八口人吃饭，那菜一大堆，我哪拎得动啊？你拎菜篮子啊？是你未来女婿吧？张婶，你别乱说啊，我到时候告你诽谤。妈，我想吃番茄。番茄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我不吃番茄的。你不吃番茄，我吃番茄啊。搞得好像在这个家你是亲生的，我不是亲生的似的。王英子啊，你学校开运动会了吗？啊，你报名了吗？我当然报名了，我不报名还有什么看头啊？那我可等着看你拿冠军喽。没问题。你报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报了400米啊？嗯。那你跟关超对决？我们一定会输的。天哪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你跟关超比赛，除非他放水，不然你怎么可能拿第一？我是说我不一定会输给你，不信咱们俩打个赌。咱俩又不比一个项目，打什么赌啊？咱们俩就比谁能在自己的项目里面拿第一，谁就算赢。那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吃五个番茄。行，那如果我赢了的话，你就帮我写一个星期作业。成交。喝口水。8号选手3米1，才3米1啊！你肯定能跳3米5，破学校纪录。别紧张，他这成绩不行，你才是种子选手，拿出你去年的水准就行了。放心吧，这次我赢定了，蒋毅这个番茄吃定。199号，王英子选手，没问题，加油！还是赢了，我跟蒋毅打赌，谁得第一谁就赢了，但我没说是正数的还是倒数的，所以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啊。嗯，
行吧。男子四人组赛即将开始，请各班运动员做好准备。男子四人组赛即将开始。只要蒋毅不拿第一，你就是第一。嗯，接着说，关超他肯定拿第一。有道理，关超加油！关超加油！关超！关超蒋毅，关超蒋毅，关超。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一儿，儿子，你终于醒了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可吓死我了，你终于醒了，哎，醒了就好了啊。明宇的爸爸呀，给你检查过了，对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对，就是有些擦伤，对，头部受到了轻微的撞击，对，多休息几天就好了，啊，没事啊。你们是谁啊？慢点，儿子，你别吓我行不行？我是妈妈。我是爸爸呀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孩子，蒋烨，你还好吧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还有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别玩了，蒋烨。蒋烨，你失忆了。啊。